这个时候啊，就是他们哪个部门的首长？我现在向您介绍，他的全国最高学府中央。首先，我们请校长梅可望谈一谈这个学校的名字。中央警察学校，前一共招收189名学生，那么报名的时间是明天6月7号到6月16号，一共有10天，每天呢都可以报名。考试的时间呢是7月8号以及7月9号。那首先要介绍的，这是我最近所成立的全年教育馆，这里面分成好几个部分。那最新有兴趣的部分呢，就是交通警察教室。在这个教室里面，我们有各种交通的模型以及各种交通的状况。在这个模型里面多一个杆子来的，它有各种的交叉口的模型，使学生们呢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什么样子使交通啊变得非常的流畅。那么其次呢，就是形式专业教室，一方面我们有各种的现场的设计，所以说今天的现场设计是一个凶杀案，这教授就会用假设计的凶杀案呢，告诉学生怎么样子到现场去侦查犯罪。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消防教室，它就是假定有火灾的话，用什么办法去救啊，最为有效。那这三个教室向各位介绍了，就说明了中央警官学校它在教室的设计上可以说已经做到很现代化的一个标准。那么至于学生的活动也可以说是多彩多姿，因为学校学生呢，他们经常有各种的体育有康乐活动。在教育方面呢，我们特别强调柔道，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我们警官学校毕业的学生都能够到达柔道中段。那当然作为一个警察官呢，至少要知道打靶，所以他们对这个事情也非常的重视。那在学生日常的活动方面呢，有各种的游艺啊、戏剧啊，都是我们学校组织很好的一个流程。日常啊，在学校里面、学校外面表演。那么讲到本校学生的这个待遇，那就是都是由政府啊供给他的。毕业之后呢，由政府负责给他开始的适当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央警官学校是为国家造就最优秀的警察干部与安队的干部，非常之欢迎有志的青年朋友啊来踊跃参加补考。